好，抬抬胳膊吧。抬，能抬多高抬多高。摸你的左肩去。摸左肩。哎，对。再摸，是不是能抬起来？来，抬。快一点，好，能这样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转转是吧？以前不会哈，幅度不大，抬起来，好，好。这个手腕，你可以动一点点了，是吧？抬抬腿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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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腿，好，好，再抬，两条腿一块抬，好。现在两条腿也可以抬了，是吧？好，抬住，抬住，然后往下放。好，好，哎，可以。好。好。这样不用支在床上都能做了哈。我找一个方法也行。是吗？这不好。就是趴着在那睡。不错。哎，真是。这样左右摇都不会倒是吧？左右摇不太紧。那腰背力量已经。以前不。抬抬胳膊。这边。好。还能抬高吗？我这。怎么可以拿着吃黄瓜了？不仅能吃黄瓜了。这几下扎的感觉都一样哈。一样，看，这跟刚才上面都一样哈。一样吗？一样。这还疼，这就疼。感觉疼痛都一样是吧？没什么变化。到什么时候减轻了，你给我说一下。这地方特别疼。特别疼。这一动就很敏感的疼。这地方很疼，这地方。很疼啊！一直都有疼痛感觉。非常疼的地方，一旦这地方特别疼，特别疼。这儿呢？这也很疼。这感觉都一样。疼。这还疼。很疼。这样有感觉吧？
按这个感觉。跟这儿一样吗？还差不多。都一样吗？那都一样吗？哎，差不多。都一样。哎，你现在扎着我感觉不到。这儿没感觉。嗯，现在感觉不到。这儿有感觉吗？这也感觉不到。这儿呢？哎，这儿有。这儿有。哎。这儿。这儿有很明显。嗯。这儿呢？这地方也有。这儿呢？这儿也有。这儿呢？好像这个感觉不太明显。这是十二月几号？十三。想象这么多。那要是以前的记录找不到了。出现位置比较低了，出汗位置又比上一次录的时候低了，哎、是吧？嗯、哎，出汗就那个范围大了，范围又更大。现在能出到哪儿？现在应该出到屁股这个位置了。嗯。哎，消化原来比原来通畅了，原来。以前什么样？以前坐起来一般说不出话来，一般不大敢说。那呼吸呢？啊，呼吸比原来通畅一点，通畅一些应该。通畅。